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说。你是处男吗？是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你靠什么解决问题呢？靠你。请问一下，你是处男吗？是的。是的。嗯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处男？这个暂时保密。不是。不是了。嗯。那你的第一次在什么时候？暑假。暑假。嗯，就。今年暑假吗？对。啊，什么问题？请问一下，你是处男吗？啊，必须是的。是的。对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处男吗？这个还早吧。我们应该先有事业，然后再有家庭吧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是处男吗？是吧？是的。嗯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处男？嗯，现在有对象。有对象了。啊，有对象以后。有对象以后。嗯。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？嗯，目前有。目前有了。嗯。那你对大学生开房是怎么看待的？开房那很正常。很正常。嗯。你这啊，这开房怎么样？你要看各方的那个意愿，对吧？如果要都同意了，那可以去开房，对吧？并且开房并不都一定都干那个事，对吧？当然，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嗯，考你呗。你是处男吗？我是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目前还没有。那你平常都怎么度过的呢？我掰手腕从来没输过。啊，感谢呀！我请问一下，您是？是的。是的。对对对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嗯，有。那你有女朋友，为什么还是处男？啊，妈的，刚只在发展中，在发展中，刚开始。啊。对。啊，好的，谢谢你了。啊，不谢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是处男吗？这个问题啊。这是做一个采访。你看我像吗？你看我像处男吗？看你长那么帅，不像。嗯，你回答对了，我真不是处男，很多年了。不是处男很多年。嗯，对。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？大概在两三年前，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啊。对。啊，简单的问采访几个问题。啊，可以。回答。请问一下，你是处男吗？肯定是的。是的。哎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要开会，不好意思。回答几个问题。哦，那你说吧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是处男吗？嗯，是。是的。嗯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有，刚交不久。刚交不久。嗯。那你是处男吗？不是。不是。那干嘛？那你们第一次在什么时候？啊？你不要那么无聊问你好不好，大哥？你是处男吗？肯定是啊，必须的。你啊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我有啊。有。没有。没有。嗯。你呢？没有。也没有。对啊。你在大学期间会告别处男吗？应该会吧。啊，那你心里面从来没有过欲望吗？啊，那你说呢？那您是单身吗？是的。那你为什么到现在还选择单身呢？没有遇到合适的呗。那刚刚你们打算怎么过呢？跟朋友一起过呀。嗯，对你身边的情侣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羡慕嫉妒恨。